四吧，播到类似这样桥段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不跟他们一块看电视。那你就独自欣赏吧。上了上了上了。不如现场再来一遍吧。我喜欢你在我身边，那是我能感受到最真实的温暖。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你是个小偷，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将我的心偷走了。哎，我当时说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觉得他这么的土呢？现在在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怀疑一定会被拒绝吧，什么年代了，你是一个小偷，为什么你将我的心偷走了？ 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。你说如果真的你男朋友在外面突然就跟你这么把衣架还弄倒了，所有人都过来看，你不打他？还有人调成0.5倍数，我的妈呀。你看，其实看不到嘴巴嘛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可是很羞耻，鼻子都变形了，但是